好久没见了，我在那个脱口秀上看到你。谁讲你啊？谁在讲你说的不洗头的？你瞎说的。你好，徐老师。谁说的？这是谁啊？您状态很好，对对。你上次来的时候他没有坐轮椅，对不对？对。对。你是2019年，2019年四月份，他是2019年的年底，开始情形，所以我们这几年相当挣扎，那到现在，当然很厉害，我们这四年相当的挣扎，也就最近吧，比较好一点，不止他在挣扎，我也在挣扎，他挣扎很厉害，我有那个耳石移位，哎呦晕的嘞，我妈妈也有，你这个功夫真不错啊。举重他练出来了，胳膊没有肌肉，他这头上不太重，可是这么长的杆儿都前面重没重了。哎，我今天给你们烤了蛋糕啊，好，待会儿吃。你看我今天多能干，金老师给烤了个蛋糕啊，但我没好好把它拍下来，蛋糕吃好呀，没吃过哈，我没给你们做过。行，那我们待会儿吃，做吧。好，师母，我先跟老师先聊。你们去，你们去。好好，那还是您想坐哪儿，徐先生？先生，好，哎，咱们坐这儿可以吗？这次我要扶着，我扶桌子走。好，没问题。重量这个扛不住，除非拿我的棍儿拿来，那个也是不舒服。那不用，那不用。你就那里好了吧？好。你这一天坐在椅子里，到晚上啊，真累，这不动的累啊。先生，帮您带个麦克风好吗？好，行。我看一下，谢谢。这可是任人摆布啊，把手都穿进来了。不好意思。说说您最近这个新书吗？对，写完了。对，这个前后花了多长时间？我改了6次，有时候我脑子变了，晚上一睡觉起来变了，前面一张重来过。我写书很少就一次不改的。我手不能写字了，就这两个指头可以用。所以我现在很怀念我手写的日子，晚上想到一节了，起来趴起来写，现在是不行了，差很多很多。看你写的题目的，问我的那种我的心情，我这一年两年的心情是不好，但我的瘫痪是个问题，两年之内慢愈来愈坏。骨头和肌肉融好了，神经没法治好，痛啊痛得一塌糊涂，逐渐逐渐脚不能动了，也不能提起来。我除了坐在椅子里就拿棍子撑着，我床上有个吊车，像吊猪一样，从车子里吊上床，从床上吊到车子里。对，那一段是岁月，到现在3年了，倒不怎么难过，最近难过是看着世界的局势使得难过，情势愈来愈坏，美国跟中国的对立，还有呢，尤其叫我心里一直挂心的痛的是大陆跟台湾，一个是我生的地方，一个是我长的地方。这种情感如果情绪很不好很不好，身体就大受影响。每天晚上，尤其最近，惊惧的心，瞎了的心，就等于年轻的时候，天天就房子轰炸，不轰炸的时候也惊醒，恐惧的心，92岁，随时可能完蛋了。我该做的事我不要耽搁，尽量做下去。我记得4年前您跟我说要为长民写作嘛。其实您这3年其实通过讲话各种都是在跟长民在交流嘛，而且是个很大规模的一个。是。这是一种什么感觉？您跟他们直接交流，您会觉得自己这些思考是的确帮得上他们吗？还是觉得可能也是有非常多的障碍。我想
障碍是一定有，误解也有，甚至听的人故意曲解我，涂黑抹黑我也有。我跟他讲，我有这个机会跟自己同胞讲话，有什么不对啊？我为我的听众们这设想啊，我保持跟听众对话的机会啊。这几年来是做的是不少事情，我也愿意做，原因什么呢？我总觉得中国历尽苦难，这个痛伤啊，在三代人的心里啊，今天的青年人啊，这人已经什么本钱都没有了，变成是，我为他们悲痛。我现在跟他们讲话，我理解他们也悲痛，他不是悲痛，他惊慌，他觉得不对。所以我这几年的功夫，我最大的中心点是放在和他们关于利害以外、金钱以外还有什么，有人，有你自己，中国以外还有什么，还有外国。过去是对外国是惧怕，是厌恶，惧怕也罢，羡慕也罢，都不可观呐、你为什么不好好看看想想？最后这本书我就特别的说，中国为什么特别，全世界哪个国家在一个州里边占了最重要的一大片，但中间的画的自然界限，两条河两条山，山不高河可以渡，这中间都可以合在一块，这个没有别的国家可以有这便宜处。而我们中国这么大一片，特别的地方是每一个地区的融合，你进来吧，进来你一百年两百年消化掉了，谁认不得谁是匈奴，谁也认不得你的那个先辈，而且自己发展了一套，不靠上帝，靠人，上帝就是我们人的理念，而不是人向上帝降服。向上帝降服以后，有人假冒上帝来骗你的。所以我拿盘古这个传说啊，做个解比喻。人家的人是上帝造的，中国的人是个巨大的人，叫做盘古。在他深深里边，山脉就是骨骼，河流就是血液，眼睛就是日月，毛发就是树林。因为我的腿不是直直的，我的腿有点弯的，脚膝盖的骨头有点点出来，那别人就很完美很漂亮，那我所以每次想就是我的五位可能再往里加紧一点点，再交叉点，才能够把这个缺点的这个线条给改到。但是你不能老是看着镜子，舞台上没有镜子，所以你还要想，这一定是一个 muscle memory， 一个肌肉的记忆。24小时，只有24小时的 muscle memory，
所以为什么每天我们在排练之前我们都要基本训练，这就是让你的那个身体的肌肉又规整到芭蕾的肌肉的定位了。一个星期不跳以后你重新要使唤就消失了。所以某种意义上你也是不断在与这个遗忘做斗争。对的，你随时会遗忘掉。每天都在做斗争。比如说这个 muscle memory 吧，他会做多少遍之后，他就产生了无限，无限，嗯，无限。我以前很拒绝很排斥看我自己演出的录像带，因为我永远觉得是自己不够好，永远觉得是有瑕疵，永远觉得是哎呀我应该再做得好一点，那我很排斥。后来就是我慢慢觉得哎你不妨看一点，然后就慢慢慢慢就看一些东西，就说哦是这样的，其实做得挺好的。哎，这个转变大概什么时候？也差不多有十几年了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总有挂靴的一天，总有向那个舞台告别的这个幕终归要落下。你的肌肉的这个弹性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失去那种紧致感，但是没有办法。那当你意识到不可逆转的时候，那种感受是 sad 吗？还是或者说是什么样的感受？那肯定心里不舒服。哎呀，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啊！这说是说，但是，就理智上和这心理上是两回事儿吧？是的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我觉得是，总是觉得哎，会好像郁闷一下，然后要调整一下心情。我觉得作为一个舞者，他会死两次，第一次死是结束了那个舞台的生涯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。心里的这种空虚就好像还不如死，但是呢走到就是下一个阶段你可以由死而生，创作就是消灭死。哒哒一 and one，第一个你们上来怎么做的？哒哒，这个手再往上吊一下，然后呢这个骨在你的眼神，你的眼神，你的眼睫毛是看着我的眼睛啊，对，是一个眼神，一个眼神，然后五位 perfect， 很棒的五位，然后这个打开来是一个用胸这样子打开，对呀，然后这个手也是吊上去哒，用手指尖，对，哒，最高点，然后这个还不够，你们就只是做一个像这样的动作，做一个，哒，对，八，不是这样子下腰，但是是这个整个怎么那个 energy， 整个力量是从这个后背上，
对，再撑大。对了，是做到头。好的，对，把鼻子尖往上。对了 ，good， 好，走。对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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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脚趾尖不要像那个猪鼻子一样给我翘在里。你看不看过那个 Tom and Jerry？ 啊，牙都咔掉下来了，满地找牙了一会儿啊，哒哒，控制住。对，一个。对了，那个第一组再来一遍。第二组想一下，你那个猪鼻子不要给我出现了，再来一遍。第三组还错动作，再来一遍，转上去，重心的，啊，再来，膝盖上去。对了，左脚好的，对了 ，OK， next， 下一个，你下去想一想。你结束了吗？上课休息啊。说现在挺累的呀。啊，累吧。我嗓子都哑了。但是还 OK， 还 OK。他们就是能够看他们一点点就是有一些进步。还是挺那个，他们也是挺努力的。但是可能也会有一点点小紧张吧。那我也尽量能够。就是让他们稍微不要太就觉得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的。对，我觉得你上课很生动啊，要不生动，要不 Tom Jerry， 要不就小鸭子，什么都有，各种比喻都有，小猪，猪鼻子，对，猪鼻子，对对对，就是他们可能想有的时候会想到是要一些要求，要求完了以后，可能一下子就是他们肌肉没有那个记忆。因为它是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新的，那就从脑子到肌肉的记忆还是要有段时间，要比较那个需要训练的。有看到特别让你眼前一亮的学生吗？会有几个，就是他们各个条件啊，各个就是形象啊，都还是不错的。对，好，上课吧。好的，好的。两个两个，就是刚才没有跳的两个两个的，一起跳一下，变奏，从这个 asthmatic， 眼神呢？眼神，趴 C 站住，趴 C 站住，哒，站住，哒，吸住还不够啊，然后高吸，高吸，高吸，这个音还在跟远方打，然后吸住。人失重，一二三啊，想清楚了。你在下山的时候是一定要是做惯的。我们去交警那个班，它是向到8000米，完了之后朝下再下300米，再走一节平向，再朝下走300米，它总共的大概是5000米。做惯的时候，一旦你在旷野里听说赶紧拿被子，那一定有问题。他同伴拿着两个被子，就从他罐里把一个人包裹起来，换到另一个罐上，拉出去。那我们正好就坐这个罐下去，当时就看着那个罐下面，罐是它是一个斜三角的，它越到下面越窄，里面的雪这么厚，脚没地方踏，脚踏下去在雪里面。
可能平时吧没有死亡出现，你还没有这个恐惧。嗯。但是真正见到这样一个场景，你没有任何一点把握，你能不能下班？下班的状态是不是和他一样？我们两个坐在那罐里，600米下去也需要一个很长的距离，好几分钟。那一瞬间呢，精神人那真是五味杂陈。操作的时候整整一个班，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，大家好像都很忌讳说话，不说一句话。这样的场景在整个16年当中见过太多了。辛苦太多了。这个阴影是多少年都忘不掉的，所以《微尘》这本书，很多豆瓣上的读者有一个评论，它到底是真实的呢，还是为了博人眼球的？为什么每个人最后都死掉了？嗯，真的不是有意的去博人眼球，嗯，不是这样的。当你写到某个人的时候，最后的落点就不自然的一定要落在这个人的死亡上。嗯，各种不同的死亡，所以这些东西就一直在刻在心里面，挥之不去吧，我觉得一生都挥之不去。在32年前，一条山间小路上走着上学的我，时序是春天或者秋天，杜鹃或野菊开遍山畔。32年后，小路变成了省道，我再次走上它，但仅仅是路过。青春不在的人与青春正至的人迎头相遇，但彼此都无限陌生。互联网与手写本邂逅，车轮与生质交协邂逅，早晨与黄昏邂逅，梦想与现实邂逅，可以简化为生与死的邂逅。1989年，世界有沧海。2020年，我们只剩下河床。世上的路并不都通向远方，时钟的飞速转动也是另一种彷徨。哇，这最后三句太好了，佩服。检查清楚，不要落车上了。这边山落站到了，山落站到了。我前天看联系这些资料，有时候看得我太就是很心里非常的低沉，就是尤其他写到那些除了他自己的命运员，包括他跟他认识的素不相识这些人，被生活非常的折磨嘛，太多被生活折磨的那些经历。我觉得我们不会面对生活那么粗粝，包括那种绝望，那种无奈，我没有面对过生活这一面，就觉得我的生活挺幸福的那种感觉，就是。哎，你觉得你要得到这个机会呢，会怎么样？那或许人生都不一样。嗯，或许人生都不一样。觉得那时候我很年轻啊，21岁，高中毕业的时候，中国的戏其实也很红嘛，有一段很火，特别是我们商洛，我他本来有一箱书，里面有非常多的那个剧本。嗯，我记得有打金枝呀，打金枝啊，对，打金枝，我看了的印象挺深的。那我看我觉得我突然会了，那不就是这一波人嘛，在一个舞台上
他怎么去唱，他怎么去说，他怎么谁上谁下。嗯，我就写一个古典的一个爱情的，也叫《桃花渡》。有一个书童，他的那个有钱人家是半斗，半斗呢，他和就是那家姑娘产生爱情了。我就写这样一个剧本。嗯，我当时就寄给我们那个研究院院长，他看了之后呢，他说很好，他说很好。嗯，他给我寄了两本书，上面一个电话号码。他说：“你来吧，你来和我谈，我谈一谈你的剧本。我想给他搬到舞台上去。”嗯。但是他们有电话，我们没电话。哎，我就跑到这边去打电话。那时候电话一分钟可能将近一块钱吧。打电话，打着呢，他到学校开会，就他孩子在家，孩子很小，同声同气的接的，说我爸不在呢，我爸去开会去了。哎呀，我就想一想，我就说，我就亲自去他们家试一试吧。哎，我一算呢，就是到我们县城，从我们县城到他们家，大概来路回来回至少要十几块钱。嗯，那十几块钱我没有这个钱，我挣不来这个钱，就算了呗。后来就错过这个机会了。嗯嗯，那个剧本就没有这个机会。嗯，如果受这些人的影响，或者是在。哪怕在他门下打个杂，或许也说不了，也是个喜剧人生吧。嗯。但是人生不知道，人生确实是一个无以言说的东西。嗯。命运特别复杂。嗯。其实跟你们上海有点像，你像北京不会有贝多芬出现在很少。我们怎么做？怎么做？老师，我们就这么做吧。好，可以啊。你在上海时间多吗？啊，三分之一时间吧。啊，三分之二是全世界跑那样。嗯。你是不是已经非常习惯这种快节奏的方式？因为我今天我看。都其实都很精确了，你大概走几分钟，然后要干嘛下一步？我会走得很快，因为主要我看独特性嘛，因为看得多了嘛。嗯，全世界这个都套路差不多嘛，差不多东西的就很快就会过。嗯，那它独特性的话，嗯，不说它这个喂食的这个方式是独特的嘛，玻璃做个洞的，那这个是更加。真切的看到那个老虎呢，那这个整个的这个血盆大口跟口水啊，这个是蛮独特的啊，所以它自然的这种社交媒体会让你的这个创意，你的独特性放大，那这个是促进整个旅游业是很好的一个啊的这个推动力，而且中国人他的流动性要比其他地方好，所以它造成它的这个各种新的东西就更多的会在中国产生。这后面那种社会心理是什么样的？什么样的观看，什么样的新东西会尤其吸引大部分人？这个不同年龄阶段的人，他的或者不同群体在不同时间段的他的心理不太一样啊。总的来说，当然是新奇的东西。虽然这个新奇的东西不一定是这个最奢华的或者最舒适的，但是呢，有自己觉得一种。体验的提升或者马斯洛什么不同的这个心理需求啊，越来越往上走吧。你现在的心理需求是什么呀？我觉得人的这个心理的最高级的需求就是这个创新嘛，就是他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东西。嗯，首先是自己觉得是有一种满足感，另外如果得到了他人的认可，甚至于说后人的认可，后人在你的这个创新的基础上得到了启发，做出进一步的创新，那这个就是非常最有成就感的。当然很难了，要比学习要更难啊，这个可能是失败的是大概率，完尝试1000个东西，创新的东西可能只有10%的这种成功率，但是它确实是更高级的，确实是值得追求的。比如说这两年的 AI 的发展完全是一个意料之外的。神经网络其实几十年前就有，当时就觉得这是没有可能成功了，已经是封存了好多年的一个算法拿出来，经过一定的改进，配上最主要是配上，
现在的算力啊、这个一下子就得到突破，这个没人预料得到。比如说作为你个体，然后你比如说面对一个新技术的到来，比如 AI 突然过去两年突然之间一个爆炸性的、你对这样的一个新事物到来，你的一般你会怎么做出反应呢？就像一个就像黑船来了一样嘛、日本面对黑船、突然一个新的事物来了，可能是一个 monster， 也可能是个天使，都可能。就你的思维方式是怎么？我现在东西肯定是会很兴奋了。当然也可能，我跟我以前就学过计算机嘛，也学过一些 AI。我第一时间就去把它的算法弄出来，自己去跑了一跑。啊，看算法，算法。对对对，其实很简单，也花不了多少时间。尤其 AI 技术功能上，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大模型、语言大模型的一个能力。但对我最大的冲击还是哲学上的冲击。因为它首先证明了这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人说本来还说精神跟物质，人就是神经元的组合。那这个推论就是说，未来肯定。他只要是足够的神经元，足够的这个芯片吧，就可以达到人的。所以我们就是一堆物理化学生物反应。对对对，你觉得我没有那个神经？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一层想这个事情、第二层想的事情就是、还是说非常敬畏的，就对人是非常敬畏的、因为所有科学家费了这么多年最后做出来的算法还只是模拟了人脑，所以有可能人性还是有它的独特性、但是我们一定要去发掘这个人性到底这独特性在哪、而这个独特性可能是几亿年进化来的，比如说、对吧，我们的这个亲情啊爱情啊这种人性的东西，想生怕死嘛，想生孩子又怕死，这些东西可能是人性最根本的。那 AI 我们不可能让它去说复制嘛，无限的复制风险非常大，变成病毒了嘛，也不可能说怕死嘛，就他坚决不让你拔电源，这个也不可能是人想要的。所以这些东西的话是人跟电脑最大的差别。但这会不会也是一种自我安慰的一种新的说法呢？包括就我们身上最不可取、有些不可取代的东西，是不是也是可以有在下一阶段也可能被取代呢？对，其实 AI 能够做人类做的东西、对吧，你说一个进化出来的东西它能不能设计出来、它是有可能可以设计出来、但同时呢我们又看到了它有不确定性、它会有幻觉、而且它不可解释、就我们根本不了解它是怎么工作的、我举个例子，就是 你自己的孩子跟 AI、你就把整个人类的文明最后交给这两个人、对吧，他的能力可能更强，但你还是会交给你儿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儿子跟你的人性是一样的，所以你到处都是儿子，你儿子背叛父亲，你给AI， 说不定哪天就不知道了。他儿子也一样，你不可解释他。你儿子做了出乎意料的事情，他想哦，他这个可能是他有自己的想法，没有那么可怕。但你 AI 做了一个吓死做了一个不可解释、出乎意料的事情、你就会非常害怕。因为他跟说你跟你是不一样的。就现在的 AI 就这个大模型的发展似乎看出来它确实能够超过80-90%的人的智力、但是要它达到就是1%/1%精英的精英才能够、成功的，就它要达到这个水平可能不行、但是呢要怎么样达到这个水平呢，它似乎也只能随机的试，就它要产生很多很多的 AI 的系统，然后让它经历不同的东西、这个 AI 比如说是这么样长大的、就是这个这样培训、那个 AI 可能是要去到哈尔滨旅游一下，所以也是个 AI 动物园，不同的动物在里面，就跟人一样嘛、就你还是要养很多的孩子、对吧、然后每个人去有不同的一个经历，随机性在里面，然后突然就会冒出个天才来、这个你不知道，你也不可预测、但如果要这么说的话，那你要养很多很多的 AI、那很多很多的 AI 那最后也优胜劣汰，也是要通过进化，那人类已经经过几亿年的进化、它的进化就一定比你好吗、不知道。还有就是最后你如果用数量来取胜的话、那拼得过人类，那就看谁的能耗，对吧？对， AI 现在能耗跟人还是差得非常远、人本身是碳基的嘛，那个是硅基的、那碳基比硅基肯定是能耗低，因为碳是一个更小的原子，所以它肯定是最优的。所以这个方面的话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意识到，我们逐步会意识到人脑的一个它的这个优势来。最后 AI 如果达到人脑的智能的话，它可能也得朝着人脑去发展。
所以 AI 也要经过那么多的饥荒，那么多的战乱，那么多的分裂，是那么多才慢慢成熟起来。对啊，否则说不定一个病毒就死了嘛，对吧？嗯、就全部灭亡了嘛，对吧？计算机这个系统这不是很可靠的，人类不管怎么样，你这个疫情也好，怎么样都也好，它经过那么多年无数次瘟疫、嗯、啊。我们很多的构造我们不知道现在为什么要这么构造、嗯、为什么 DNA 很多东西看起来是没用的，但是说不定哪天一个病毒出来，很多不知道什么作用的 DNA 就是会起作用、嗯、啊，所以这个丰富性特别重要，所以不可解释性、嗯、就是我们人类的大脑跟人类的 DNA、嗯、我们只是知道了其中一小部分、嗯、啊，非常大的一个有待我们去探索。哎，你对不可解释的事物是一种什么态度？是非常好奇，还是说想去解释清楚它是一个什么，是一个什么，还是觉得它的神秘的存在很好？嗯，我很多东西就是不可解释的嘛，就是我们这个数学上有这个叫 impossibility theorem 嘛，就是到这个它的复杂度是指数上升，嗯，这个是就是客观存在的。从哲学角度来讲也是、嗯、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非常啊不可解释的，或者是就是复杂度非常高的这样的一种真实的世界、嗯、才值得我们去不断的创新，不断的探索。今上画的是什么？这个没，原来画的没画完病了，嗯，今年接了基本上画完，画了一个兜兰。兜兰啊，原来是油画，后来今年又没有油画，又笔吸把它画完。哇，它又好有那种诱惑的生命力啊，那种。哇，你也是。我们追求的就是要画它的生命力，但是画不出来。哇，已经是很。它不是画的像不像问题，就是它就是。比如你画那个，你觉得它生命力最难表现在哪里啊？你觉得没画出来的话？它每一种物种，嗯，它出发点都一样，嗯，它是为了生存，嗯，开花就是，嗯，植物演化出来的。吸引昆虫的器官，要昆虫来跟你穿粉，越奇怪越奇妙越好，它不是给人看的，是给昆虫看的。所以昆虫也寻找各种新奇的感觉。对啊，昆虫有时候是一个是实惠啊，有花粉啊，有花蜜啊，一个是被它骗啊，它会骗昆虫的，它最终是为了渴求能够一代代延续，它要传宗接代。那哪种植物那要您看花智商最高，你觉得啊，智商最高哪种？哇，都高，都比我高啊，没有蠢的、啊、都比我聪明。我们有时候采标本，哎呀，这个花为什么老是马上开，搞不清楚，我开了又合起来，合起来第二天又开，雄蕊找不着，我们花要花全了嘛，那表现它的形态，是不是？那么找不着了，原来还没开的那香味儿，所有蜜蜂傍晚本来不出来，就出来，出来就把它的雄蕊全部弄掉。我要画的话，我们科学家说你这个没有雄蕊，这个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啊。所以就要想办法观察了两个礼拜。太厉害，为什么？问题是为什么？他就是第一天开花就是要把雄蕊弄掉，他就聪明，他为什么第一天开他的雌蕊他的柱头不张开，第二天开他已经没有雄蕊了，别的花有雄蕊，那蜜蜂采了别的花的花粉再过来给他授粉，避免近亲繁殖，近亲繁殖要退化嘛，而植物他有这个意识，这样它的种子更健康更饱满。哎，那你说为什么花对人这么重要呢？你像我们花了这么多精神来，人他就自作多情。但后来人他为了他喜欢花，他开始培育花，他是从花那儿得到爱和美的启示，他把人文的这种全投射到这个花上面，寄托在花里边，是啊，就成了花文化。他说牡丹的拥拥华贵啊，梅花一树独现天下春，兰花不因无人而自芳，对，
他就每个把他人格化了，他都像我们的镜子，每个像我们很多镜子，嗯，对他寄托了一种抑郁，嗯，所以人，哎，这是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曾老师前段时间刚做了一手术，啊，然后我就有点着急，没事，嗯。看看曾老师现在还是很精神，特别精神。进那个精神状态倒还好，嗯，恢复好快，非常好啊。对，你们认识吗？第一次见。哎呀，他是我们后起之秀。知道知道，师姐。我那个邮票出了邮册。我在那个杂志上怎么都看了。曾老师觉得咋样？我有点忐忑。那个不细，我瞧瞧。一共六枚吧。嗯，对，一共六枚。哦，后面还有白竹、连桥和红花。有点关，有点投影，可以啊。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？嗯，就是环境的处理有点单调。哦，嗯，我跟你提过，像这个连翘。嗯，对。你都是直直的几根，嗯，那种是小苗。嗯，有个疏密关系呀，啊。有国画的那种穿插，主体越清楚越准确越好，这跟主流美术不一样。嗯，我们要有植物学的观念，生态学的观念。嗯嗯，但是背景的处理还是要多种艺术形式。嗯嗯，该实则实，该虚则虚。嗯嗯，用虚用观影来衬托它。嗯，观影的应用。你是标准的植物画，嗯嗯嗯，观影不敢用，嗯，是的，有时候确实是不敢画，就是不敢，像曾老师这样加那种强光，放开啊，嗯，要放开啊，你有那么好的条件，你跑野外比我跑得多，大量的照照片啊，对，碰到好的题材，马上是三个月五个月的，嗯，干两个代表性，嗯，好画不准卖，一张都不准卖，哦，好的，好，完成任务的话可以卖。好，好画一张不怎么样。嗯嗯，一个画家，你手上没有百十幅像样的画，那，不行的。对，从博物画来说，你已经具备了系统的植物学，你而且对生态学，嗯嗯，那就够用了。作为画家足够用了。嗯，但是作为植物学家，你也发表过新种了。嗯嗯，兼顾。但是我建议你，我说的话不是我说的，嗯嗯，《战国策》里面，宁为鸡口不为牛吼。你那么多科学家，你去凑什么热闹？哎，我也这么想的。他没有吃糠的。嗯，哎，什么叫篱瓣花嘞？其实篱瓣花就是它的花瓣是分开的。哇，那我们看到都是在一起的。花瓣的制度啊，不是？你看喇叭花，它就不，它不分开吧？啊，喇叭对，喇叭不是分开，对对对对。嗯，科斯杂志是吧？你帮我看看多少年的？啊，是这是哪年的？哇，这都是哇，很漂亮啊！它这个是怎么掉的？记忆那些老人们跟我说吧，这是石板花。石板花，石板刻，然后这个图和字是一个是石板的，然后呢，嗯，这个颜色是手工水彩画，哇，这么厉害，人工画，然后它这个封皮是羊皮的，嗯，这是有年份吗？曾老师最早到植物所的时候，嗯，就是靠这套书，是，确实还是很震撼，我现在都看着就很震撼。哎，这个，哇，嗯，哇，嗯，第27卷，等一下，这儿第一卷，哇，我觉得光一个文化成绩好，其实它遮蔽了很多人其他的才华。我就相信在这样的厂区里面一定有很多什么吹笛子好的呀，跳街舞特别好的呀，跳霹雳舞啊，弹吉他呀，真有这种人。
你得给他这个机会。嗯，其实这一点呢，也不是我的创造，就是工人自己提出来。嗯，对，啊，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后来要讲这个话题？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研究不是说一个主题牵引，而是它首先激起一种情绪反应。嗯，我觉得这种情绪我要去解决。嗯，我反正就是后来就把他们这个纳入这个事业。嗯，啊。包括我们回到那个，你第一次下去看，你跟学生当时什么感觉？应该也是第一次跟县域中学这些孩子们这么多的交流。嗯，跟学生接触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，那个高三的状态和高一高二是不一样的。嗯啊，那个我们过去有将近二十七年的这个自主招生，他们到高三，他们一定会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最好的学生已经被交换走了。嗯，他们觉得已经觉得自己被遗弃了。某种像被抛弃的，他们应该都读到那个份儿上，都是一路一路被遗弃下来的吧？嗯，你想好学生是一路旁逸斜出的走了好多人呐，一直在这儿待到这个系统到那儿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是被认定为你就没啥希望嘛，对吧？好学生都到市里边去了呀。嗯嗯，现在他们在学校里面，老师是不是经常在课堂上，在这个评价的时候就说，你看你们都很差什么的？我觉得这个也是。不都这老师怎么说自己，就老师怎么看待自己，就是县中的老师吗？好老师都去市里面了嘛。嗯，所以我说他们是个同构。哇，就是那个县里面的老师和学生其实是个同构的状态。嗯，就是他都是被一样的逻辑被建构出来的结果。最好的老师，最好的学生一下子汇集到这儿，就打造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好的高中嘛。嗯，你只是成绩单上的一个序列号嘛。嗯，后来我就去高三的这个教室里面看啊什么的，就是那种所谓埋头，不是个形容词，他就真是埋头，就是把头这样埋在。两边都是书，都是资料，对对，都是题，两边都是题。对对对，我觉得一方面就是那个他要不想让别人看见他，他其实是一种遮掩嘛。那我们那时候出来的也懂这个感觉，然后呢，也尽量的不跟别人打交道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学会了。我觉得现在高三学生很知道怎么样去做交易，就是我跟你聊天，我有好处吗？对，这种我觉得在一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种做交易的这个意识，其实挺可怕的。他就会止步于很多可能眼前现在看起来没什么好处的事情。你说唱歌有好处吗？听音乐有好处吗？但是无用之大用啊，对吧？无用之用才是大用啊。这些东西他们在那时候就已经斩断了这个可能性了。我觉得高三的学生比较明显，高一的学生呢，比如说我就在课间的时候捉住一两个学生啊，问一问，我觉得他们还属于那个神经比较正常的状态。对。啊，所以你感觉到那种教育让去除那些健康的因素的过程，就是很明显的，特别明显，就是人被塑造，就是短短三年被塑造的，你就感觉哇，天哪，这个 black box， 这里面发生了什么？人怎么可以如此快的被塑造，能够轻巧的在三年里面把一个人改变成这个样子？对，就是如果我们有个镜头一直把他的高一到高三，然后一个镜头一直架着他，你浓缩到这个。一个小时里面，我觉得很快，哇！去呈现他这个，生命力怎么慢慢萎缩的过程，一荣一枯，那个就是从哭从荣到枯的这个过程。我在想这个画面，真的好残酷啊！我靠。一些精气神呢，眼睛也有杀伤力。你看到下面另外一个呢，这个歌还是不是很熟练啊？然后就是领唱唱出来的时候走一步了。你在看啥？你看的是啥？看 English， 这是正面，这是正面。我看一下。我们是情侣款的。是的，我们是情侣款。你在看啥？看生物。啥？生物。我们这个是父子款的。Biology。父女款的，这个是父女款的。你这个是啥？英语。啊？英语。我看一下呗。我想一下。
看那宿舍这个，这衣服。哎，为什么一层搞这个围栏，然后上面？感觉一个那个活泼的灵魂。哦。还有这种方式，这衣服。鲜活的灵魂。哦，对。嗯，这是安全。Electric 电器的也是什么形容词吗？搞不清楚。派生词是。派生词什么叫派生词啊 ？Distant。我不知道。Expensive、啊、expense。来，你来讲一讲你们贵族同学。经常听过吧？三名人要减少三名，一级从三十，一级三十以后啊。同意的。那种的，外国人都以后同意他们，以后佩服他们。嗯呐，刚刚要是在这里头听不懂，我想给点时间，哪能熬了？真的造孽。同意的。你都会答吗？答了吗？太难了。对。Read the whole passage. Which buses connect small towns and villages? 我从终于下课了。解放军。哇，好放松。你知道核心最大的变化是因为内容的变化。那时候我们还好像，我印象里忘忘。我是不是还学新概念呢？就是还是很关于很多关于英国的内容，关于就是关于西方的内容。反正好像我们高中上英语课的时候，老师还给你讲讲撒切尔夫人怎么回事，包括里根 Reagan， President Reagan， 就他们对我来说英语是一个还记住那些美国那些州的名字啊，所以它是个外来事物。现在记住的是对西藏高铁或者这对关于中国怎么发展。那时候我们还好像通过英语理解一个外部世界，现在感觉是通过英语来理解一个内部世界。